日本食的都无一定，因吃对咱有影响，但是对咱方面影响较小嘛，他就较紧张。你怎么？安尼无吃那就无要紧啦，所以变做转来，外国甲咱讲这吃的利益这大，利益偌大？马总统、秘书长、啊个陈炳坤，拢安尼讲，拢讲吼，咱这一块啊吃落吼，咱甲咱物啊去中国去部分吼。关税的当先三千个台，自己先三千个，这三千个足多嘞，啊，那这样，你本来事前讲话就讲，那这三千个吼，所有囡仔营养午餐拢免钱安尼吼，三千个足多钱嘞，先三千个，但是到遐先三千个，完全欺骗社会对吧？因伊十二月，去年十二月，今年三月，今年四月，讲安尼才先三千个，但是去年。十一月的时阵，财政部去了立法院报告，就已经甲立法院讲，讲咱去年咱互中国关税高价甲咱纳一千零四十七亿，啊，咱拢总纳一千零四十七亿，是了好多些三千亿，差迄两千亿要来来，伊贪污是要提出来报告，无啊，完全假啊！完全假，这拢免什么理论，也免讲伊的价钱甲我的价钱无同款，完全同款是骂政府的数字。财政部讲一千亿，啊，总统那些建议要讲三千亿，都碰碰碰两千亿去啊！这个唔啦，其实唔啦，碰碰两千亿。财政部讲起一千亿，要是碰碰的，因为你一千亿包括退税，我拄只讲这应该买入，表面上伊那纳税，实际上没纳税。咱正当一单拿无中国的关税才五百亿，结果甲破五百三千亿。那一个政府安尼讲，实在咱来讲是讲人才，但是好啦，咱讲伊无人啦，吼、哦，伊唔知影事实，合财政部已经做出来数字，伊也唔知伊无人，但是伊较暗暗无人，四月是五日，双边辩论的时候，蔡英文提出这个问题，蔡主席讲，啊，你的数字是唔对的。你要来认前世的嘛？要承认错误，结果马英九阿妈讲，马总统根本就没有回答，无要回答这个，完全无要回答。蔡主席连续两三遍，马总统并回报告，无要回答，无要回答。伊写到并回答阿爸，都明明唔对啊，啊无要回信的，无要承认错误，啥咯？伊对。报纸是民办的，媒体是民规的。你去甲查四月是哪日，中国是做法联合国通报这代志无？完全唔对，去给甲掀出来代志，结果联合国中国是无，字字都无写，完全无报道。双英会报道三摆，结果这重要的错误完全无报道，完全继续欺骗咱人民。所以咱要甲咱的亲戚朋友讲。你著自卫是无体，我即个报无体，啊！中国是无去找一份，摕予你啊，看中国是无看联合国的，亲戚朋友看讲，你著是爱在互骗啦，啊！所以啊，实在是骗到底啊！啊，骗的数字唔啊啊，即下吼，后边还要再做吼，时间有限，我无法度再讲，但是咱一旦讲偌济算偌济吼，其实一看，伊讲无请的时间在互无请偌济的。哎，我抢了较好，抢了偌好，咱来看第六页这里。那照中华经济研究院的估计哈，咱若抢一块抢了，咱的国民所得会增加0.24%，0.24%，0.24%偌济，超过一片台风啦，哦，减一片风台，0.24%跌出来，其实是较小的影响，佮利益较细，结果。碰碰才大，啊！为着要碰碰才大，我继续讲其他。讲哦，这一块若请来，伊台面投资会增加。啊，若投资若增加，这个人所得会当增加1.72%。啊，这投资会增加，这等下吼时间我来讲吼，嘛骗人。啊，这都算1.72%啦，这光算1.72%，1.72%咯。这十几单嘞。签了十几单后，拢总会当增加1.72%，平均一单增加0.17%，那做十单
帮手，一年增加0.172%，嘛足少。那照你马总统答应咱人民呢，是633呢，钱要升到6%，那一年成长6%，0.172%，四十分之一而已。会使讲是足小的代志，但是呢，伊甲咱骗，房价是足大，伊甲讲了，家己嘛讲实在是很小，所以再骗一次。你们上总统府的网站去查，媒体去查，马总统跟很多个支持 APA 的学者，他们在讲这个利益的时候，再欺骗人民一次，这0.172%或者一共会增加1.72%，是十几年累积，一共会增加1.72%。但是，一打来讲，一共是经济先要论。提高1.7%，经济成长都是每当算，而且1.7%是十几当累积，结果欺骗人民，拢是每当的经济成长率。我是希望我并不是要骗，但是吼，这是来讲，那行家就唔知，是来讲郭主席做行家，郭主席做总统，伊讲到处的简单，到处的简单就无了，嘛是骗人，伊就把估计到处的简单的原因。啊，导致点少迄部分都无甲估计吼，即个只不过甲超过吼。啊，伊都安尼甲咱强谈，五如意吼，五如意，你第时恁讲，讲哦，即东协加一千人吼，咱也无签 A 块吼，人东协免纳税，啊，咱爱纳税，所以咱的石化业无法度生存，咱的石化业啊搬去国外，咱石化业搬去国外。所有的石化业里面，上海同步